情根深重，就亦难消。唯有分断情根，抹除你对我的情意，方能彻底消除记忆。此人是我心中所爱，奈何情深缘浅，终有一别。唯愿他前尘散尽，生生世世。 自在快活，要离无拘无束，宁可在凡间做一个自由自在的花妖。往后之路，我已无法相伴，只愿这尘华残，在凡间相随。 夜望穿900年不渡者，便会凌霄破散。帝君，难道你要看着他灰飞烟灭吗？离900年还剩多久？只剩3日。以藏，对不住啊，今日还是没能忘怀前尘。 渡不了忘川水，又让你无法交差了。严丹，你我相识多年，不必这么见外。我会助你渡川，你一定会平平安安的。知县岂止剩2日了？看样子我是忘不了了。你让仙籍官准备一本假名册。 写明，颜淡已然渡川，平安去往凡界。颜淡已经成功渡川了。今日我在渡川者名册上找到了颜淡的名字。往后，他应当与我再无关系了。唯一不该急坏于心，再生妄念。 我可以下界去找颜淡了。你受苦了？为什么？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？ 对不起，我以为我们可以一直这样手拉着手走下去。我以为我们永远是最好的姐妹，可我没有想到，我们竟然走到了这一步。颜淡，你舍得将这沉香炉焚毁，定是对我失望透顶。可只有让你离开延续天宫。 才能令你彻底断了情念。本君已查明，这毒便是你自己所下。燕丹本不应该受刑，该上天星台的人应该是你。早知如此，宁愿邯郸之花从未开过。 一份情，作为补偿，我要你亲眼看着我走进夜望川，亲眼看着我把你忘记。吾已取出你部分仙意，待其散尽，你便会忘记此女，之后刑罚自会解除。别走，燕丹。 我现在终于知道，为什么天界要戒情了。情真的好痛苦啊。
真的比天雷还痛不欲生。比起痛苦，我更不想忘记他。在迪亚那段时光实在太美好了，实在太怀念了。应援局，他是你掩虚天宫的人，刑罚如何由你来判定，但是此人居心叵测，绝不可再留在掩虚天宫。毒害仙官将严旦押入天牢，三日之后本君亲自送往天行台领罚。仙灵受死，心乃天牢，既是剜心之相，又有雷行之境。纵然所有证据都指向，但我这颗心告诉我，绝不是。我能安然归来，只因有人剜心相救。只惜与你无话不谈，他可曾与你说起过此事？没有，这件事我也是今天才知道的。只惜现在一定重伤未愈，你赶紧回去看他吧，不送了，请回吧。为何有伤？哦，我没什么。我昨天晚膳的时候，不小心把自己的嘴唇咬破。这是陈花簪，万年灵木所化，有治愈疗伤的效果。娘子。你叫谁？你啊。今日之后，我们永不相见，这是告别的礼物。沉香里的安眠散最多让应援军昏睡一炷香，必须尽快炼好解药。应援君，等你再睁开眼睛的时候，就会看到我。你发现我是严丹，会不会吓一跳？